白昼与黑夜相等吗？义人与罪人相等吗？倘若人生来软弱，弱者们又该从哪位神明处寻得安宁？伤害来得好，有大伟力的星神，你秩序为天地万五万民定义，权力我等晓得，自己不过是你的傀儡。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，美妙的时光总有该说再见了。我为逝者哀哭，怒月终将落下。古世红邪，人心共义。放心松，想了解什么？站好了，索性都干掉吧。我为逝者哀哭，怒月终将落下。放轻松，你们的决议我已知晓，现在我赐给各位执事太阳的权利，在这107336座磐石上，全能大能的邪月之弦为我所用，重赞的调弦师奇想诗班多米尼克斯。上前进阶，行于死因的迷途者，红邪的化身。所以邪月大典的真实目的是要将其篡夺吗？我走。上下相依，命运并非选择。站好了，我走。美妙的时光总有该说再见了。小命无救。我为逝者哀哭。我感觉眼前好像有另一个世界似的。是条例的力。其实已至，造化将从神骸中重生。待会儿呢？王威灵，尊无敕命，斩无赦。醒醒，醒醒！